他不能失去那门淡人，便是三界皆卑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，这是神明应有的态度。灵界的人怕是以为你已经战死了吧？不知灵尊的伤势恢复得如何？都城恢复秩序没有？柔雅和絮絮会不会哭？还有天外天的神君会不会也有几分感慨，失了些许淡然？只是行止身上的背负太多，他不能失去那门淡然，便是三界皆卑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，这是神明应有的态度。当初那般毒，那般避，可终究还是躲避不过。早知有今日，我就应该对沈璃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至少护得他不会受那么重的伤，哪怕让这茫茫三界孤尽诸神浩渺天道全都知道。如今三界确实也都知晓了，只可惜他听不到了。